搅乱我的计划。看来你身边的那位特种兵很能干嘛，叫他小心点，否则大家谁都不好过。脸色这么不好啊，你拉肚子就要吃点药，怎么还在生我气呢？我知道我自己做饭不好吃，为了补偿你一下，那我今天晚上就请你去。聆听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啊，聆听，聆听，你冷静点，你别耍脾气。耍脾气？我知道我在你眼里一直是个小孩子，我喜欢谁都是玩闹，一点都不重要。而你，你就是要帮未来，想撮合他们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还要过来关心我，让我把所有的心事都倾诉给你，而你根本就不会在意我难不难过，心里还在嘲笑我吗？我没有不在意你，我对你的关心是真的。真的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在他们旁边就是个好笑幼稚又多余的存在，对吗？不是。聆听，你要干什么啊？聆听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只是经历了今天早上的危机，我觉得你很珍贵。这跟我之前执行任务比，根本就不算什么。我以后一直会在你身边的，而且以后这种事儿直接交给我就行。我以后再不会让你做危险的事儿了。对呀，蔚蓝，你今天怎么婆婆妈妈的呀？身为你的男朋友，关心你、体贴你，还吃你那么多难吃的饭，现在还说我婆婆妈妈，我也太难了吧。